各位有没有想过自己60岁的时候会什么样呢？可能很多人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恐怕很少人能够想到，甚至说是做到这样的答案。打篮球照样满场起飞。湖南长沙有一支飞跃女子篮球队，平均的年龄啊，队员都是在60岁，最大的人都65岁了。10年前，5位篮球姐姐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，那现如今已经有18名成员。有的姐姐啊上过体校啊，当过专业的运动员，也有的姐姐真的是毫无运动基础，刚参加这个队伍的时候总是一不小心来个4步上篮啊。但不管这个基础怎么样，他们在球场上都会有共同的表情，来看，这就是笑。对这些姐姐来说呀，岁月会流逝，但是热爱永远不会老去。